你想过吗？其实你已经跟很多人见完了此生的最后一面。我常常在想，你说分别的时候，离开的人和留下的人，哪一个更难过？以前我总觉得人都爱憧憬未来，后来才发现，其实好多人最想去的地方不是将来，而是回不去的从前，是当时不被你珍惜的过去。人生本来就是善变的，有的人离别之后能等来更好的重逢，有的人挥一挥手就真的再也没有回头。也许只有当我们某一天站在人潮当中回望的时候，发现再也找不到那张熟悉的脸，才会明白我们正是这样用最平常的口吻和许多人见完了最后一面。希望你的人生从此没有再见，只有明天见。陪你一起生长。